第一个要是什么？第一个先用，那个叫计时器，不是市长的那个。这看得到吗？看不到，四个啦，没关系，一个一个跑。好，这个，嗯，这个，嗯，可以。这个，好，这个，可以。时间我跟他归零一下，归零，然后正数的开始，要开始计时，对，然后正数的开始，就一直点，然后让他快一点就好，对，然后看得出来，就慢慢进去。42点，然后再减，开始计时。好，然后再过来是自动计时器。自动计时器这样，就全部这样，对，全部就是这样。